老了呢，孩子都出去了呢，然后再回归，再回归公寓，公寓或养老院了，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他就这么个往返的住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、啊。直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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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。不顺河边走走啊？对，行，成，时间还对对对对对，哎，对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你看这天儿，这阳光一照，这角度正好。这边已经到了河南了哈。对，过了河了，啊。你说这边哈，嗯，那个谁，黄建，你说这边离城里有多少公里、跟咱们那边差不多。哎，对，差不多。也是六公里。哎，对对。六七公里。哎，对对，就过了个河。所以就是过河，但是过河。你看这房子门头就是阿黛口的。是吧？遗迹了，这是吧、啊？这个是属于、标准阿黛口的，是吧？这个是什么时期的？应该是最少是，这叫阿黛克兴起来那怎么也得是50年代以前的吧？这是教堂还是什么？什么什么什么？门头是，里后头不是，还是什么会啊，还是什么之类的？是吧？跟那风格一样。Head west on Kintail Road.In 150 meters at the roundabout, continue straight to stay on Kintail Road. 这顺河边能走、肯定没问题，不着急，我把这声音消了。现在顺着河边走。对对对 对, 对, 对。反正现在时间。咱看的房就在河边。是、啊。捋着走。河边路就。对对对，捋着就到了。对呀、啊。对。这边好像华人也多哈，这边是 Upper House 暴发户多。哦。老贵族住的不多。哦。倒是暴发户多，你看这房子盖多漂亮。对对对。新钱呗，这老钱的不多，新钱的多，新钱多，是吧？完了，那这边有几个特点啊？它的地呢可分了，哦，也就是说它可以分到好像500米还是450米。这条河沿过去就是你们那俱乐部了吧？游艇？这块是有它的，一直穿到那头去。是游艇俱乐部啊？对，只要有钱人去都有游艇俱乐部。对对对，那这边就不错了啊！多大是吧？你看这宅子，我对。就这条街是贵的呗，再往后就是不行。这条街还不算贵，再往后上那块一小探头桥。哦，就能正对着那个 CBD 那几家房子。那块是最贵的。OK， 那是最贵的。OK， 哇，这家拿兵马俑，中国人呗。对，华人呗。对，就反正相对是就这条街应该是最贵的，再隔条街可能就差点了。啊，上边说那边的上边一条街啊，那位置高，对，也贵，也贵。对，它比下边还贵，恨不得。它恨不得比河挨着河边还贵。对，头一两排，对。这头，因为后边那排呢，地势高嘛。对对对。这样没那么喧闹哈，直接挨着。对呀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。我看这好多这河边的房子，纵深特别深。纵深特别深。对。完了，这块也开放了，这块原来是在那个山上，这儿过不去了啊。动物园是吧？再往。绕过去是吧？啊，动物园在河南，不是，这是你说那是 South Perth 的动物园。哦，这是这边了。哦，对。完了，这块呢是一个精神病院。哦，这是这里边，现在开放了。哦，有咖啡店，好多人跑这喝咖啡了。病人没了。病人没了。完了，听说这块的土地，要计划开发。这块可就是、这边环境挺好的啊。那当然了，这是最高的，这是 Upper House 最高的地方吧？哦，最贵的。哦，对，这块这块也拿牌子卖呢，你看看。是啊，这边没景就差点了。对，是吧？就这边房子这几个就挺好的，这是有景嘛。对，这块没景了。对，你像这块地啊，房子卖了，哇，现在就房子出的多了，以前少。最近几天啊，出的挺多的。对，好多人订不住了啊，必须得卖房子啊，订不住了。对。房子大是不是各种维持成本高？那肯定的，贷款就太可怕了。对，这多漂亮，占地也大。三哥住里边。看着踏实点，看着踏实。你看这块这树多少排？你看这又是、啊。这边的房子挺好的，冬天不错。秋这暑这暑一堆堆。这房子也不错。就你在这遛弯遛一天都不累。对，是啊。盖房呗、啊，盖房呗！我的妈呀，这宅子，这公寓了吧？现在就是我看我
我粗粗看了一遍啊，就是新盖这个房啊，特别强两边房的这个，就是这个影响两边这房。所以就跟这个过去的福建，哎，哎，你们家要比我们家高，那不行。是是，我得什么？这不又一大宅了？对呀、啊，又一大宅了，这就是豪宅了，对，那算是过瘾的了。嗯，你看这就属于老房子了，现在啊。对，这块就完蛋了。对，现在的房子呢是越盖越大。你看这个，对呀、啊，这肯定冲着合适大宅了。这个就差不多上千米了，这个。对。你对，这就是从头到尾算是一大串的这个。这是一栋房。哎、嗯，对，看，这像真像豪宅了，真像豪宅。豪宅真行啊！你看多厚？可能我估计上面游泳池。多厚啊！有游泳池，完了他们喜欢，从屋子里一看，像天水游泳池一片连起来了。对，对对，是吧？对，也设计师，设计师做的。所以我就说，你看后边的宅子嘛，那边高嘛，你看那上面没有？对，它比这边的价钱，它起不来，还要贵。不，它还要贵。景色好，他们还不喜欢下边，他们喜欢上面。下边可能海风直接吹是吧？没错。但是还挡着一点，可能俯视性差。你看那房子多漂亮、啊，对 对, 对，是吧？对，对，后头高，后边前面想高，你买了高不起来了。没有势，你不让你盖高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他不让你盖高，限高了，限高了。对对对，规划上。左转，左转，是左转，左转。右转也行。右转就还得再兜一兜了。对对对，左转，对左这一步就是。这个是后盖的。那边的区就是你们家对面那湖那片区是吧？对，我们那边是真的是老区了。对，那他妈是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。现在把河景基本上都给抢没了哈，都盖没了。向右边错一点，就接着直走，基本上就直走。右走啊？接着直走，就这不又错开点了啊？对，直走，对，错一下。最贵的从 CB 这从这块开始一直到海边。对，这是吧？那块上不去吗？那块？这不。那边啊，嗯，那边你得还得兜兜，哎，兜吧，嗯，兜。那边我记得是最贵的，那叫什么什么景来着？那是最好的。这不也在？对。咱们去这个房子，它的邻居这家盖的，我就看着特别压迫。对，所以说这个角，啊、这个角里边是最贵的。哇，再看看看看。这个角是最贵的。我们在这里边做过两套房子。OK， 就这里边。哎，那到时候您给听一下啊。对，这个里边这块是最贵的。这是租的，是卖的？卖的，卖完了吧？正在卖，还没卖完。挂牌的。就这个里边是最贵的，它能下去，你看这里边。对。哦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这块是最贵的。还高，你看了吗？这个位置。对，这块高。对，这块高，真的。真是小山头的这块。哇塞。三面，三面看水。这个里边我们。为什么贵呢？三面看水。对。到时候您让我。那天这大宅子，这宅子也挂牌卖的，这宅子也挺深。对，完了呢，最贵的几套房子在哪儿？在这儿，带下来啊。也是大西窑矿主。对，就这几套房子应该是比较贵的。这小山头占的。对，就这小山头这几块，这一个小角，它是鼓出来的嘛？对，正好三面看水了。三面看水，这叫龙抬头嘛，对吧？270度。对，就这一块是最贵的。这个呢是咱们一个河北人，宝马买的，这个房子花了1000多万，没有，当年才700万，哇，10多年前，现在涨了，现在涨了，对，完了都是看谁的，他是一个泰国公主盖的，对，盖完之后就没住过，没完工，对，没钱了，对，完了他就给买了，据说那家具哈，最后他都拿了，我来过，让我来这儿给他看过几次，这块都慌了吧，这房子，对。没人打理的哈，我操！也有好多是外国投资者，对马来西亚呀、什么拿督啊什么之类的。背着不一定住，背着，是吧？哎，这小房子不错啊，这不错啊，看着虽然老点，但是花园好，这挺好的，这挺好的。这地点，这不错，这几栋这个角是最好的，最贵的。这个房子现在估计都要1000多万，1000多万大约是。这块地势也高，对，这是地势高嘛，这是最好的地方。嗯，而且正对着那边 CBD。对，基本上那小私人码头了。完了，他那块他没这 ，Upcos 就这点，他没私人码头。完了下去呢，最窄的有一条小人工走路，你可以从后边出去。这可能就在出了。
这种河边的地大约3500到4000一平米，那就比翻了好几跟头了，比正常吧。对啊，正常1000嘛，是吧？1000没有，1000块钱便宜，没有1000块钱。不是，我就正常普通的平均的是1000嘛。啊，平均的1000，对，它翻了几倍吧？对，翻了4倍。这豪宅的地段标准是吧？豪宅地段标准，一个要靠河，第二地势得高，是吧？当年我 offer 过这个房子，这块一块地，嗯，一个等旧房子，我 offer 当时是80万，这个那时候买现在升值大了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吧？对，还有奖啊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这小奖漂亮，所以地段地段啊，地段地段啊，啊，然后剩下就是建筑成本，对啊，是吧？建筑成本里头牛点的就是装修成本，这边不错啊，嗯，哎，那听听狗。天津狗，啊，嗯，哦，对对对对，哇，这家还第一，13号两份，13、13，你指给我吧，给我指给我，嗯，哦，这家刚盖完似的，嗯，啊，啊，卖了吧，挂牌子，卖了，做工质量也好，对呀，啊。还有个大宅子，看好像印度的吧，那好像现在都给拆没了，好像啊，嗯，那个在那边的，啊，那个下，那个老富人区是吧？嗯，那顶边的，对，这里，这边门口，嗯，盖的跟几个大坟包似的，我看见了，把邻居们开始告过啊，那你告倒了，你看人家当初怎么砸的这康索，这康索愣同意了，是吧？有钱呀，啊，这康索也是这么回事儿。都得是专业级别的，专业级别的，设计啊，各方面漂亮啊，对对，简洁是吧？通亮，通亮，嗯，简洁漂亮。看这房子，这天儿，这景确实是舒服。这还健身也舒服，还走啊，不累。啊，快到了吧？这是啊，还有7分钟，4.8公里。轮着走吧，到头走准，还得上高上那个大路。这边挂房顶多还真有一个，啊，他在大草地的那边是吧？哎，对对对对，不有一个。对，这边 Upper Court， 这个路口不准，下一路口左转的时候。反正这块起码都是200万以上起价呗。对对，是吧？就包括这次的也是200万以上。最便宜了，最便宜了，是吧？你像这儿分完了地500多平米，如果要是3000-4000一平米，就100多万。这两天降下来了，这两天这边的地，我前几天看一个中国人买的500平米，好像花了110多万。嗯，啊，降光地吧，光地。哎，你小心这个管儿，哎，哇，这光地。这个要不就是别切了，就该大的。哎，就该大的。越大的卖，嗯，是吧？对。舍不得呀，我。怕买不动啊！嗯，对呀，啊，哎，有这问题，就是买不动，就是吧？就这概念，就是买不动。哎，这不动，这是老房子旁边紧贴着盖了一个新房子。那这儿也在卖呢，哎，这刚才那个也是，这块现在出的房子多，以前我记得不知道这没什么。出房多了，多了多了，是吧？多，这个刚出个地，你看这黄建杰是不是没钱了？这帮人现在，肯定贵。感觉肯定是，肯定有人交不起贷款，赶紧就挂牌卖了。关键他们人家没钱，咱也没钱了，这也是核心的。对，他可能是，你还说没准他不是全款给的哈，啊？没有，都是这个，都是贷款，啊，贷，在澳洲全是贷款。贷，这个卖的挺好。啊，他挂着贷款的，所以得累的啊，还不动啊他。对对对，他没工作或者怎么样是吧？挂着贷款当时买的，算那房子看上了，趋势下。在那里白住了，老了他一卖就赚一大笔钱，去养老院了，是吧？大家都是做的这事儿，是吧？拿杠杆撬呗，都是拿杠杆撬。嗯，现在杠杆物少了，我操！关键杠杆撬不动了，这就麻烦了，是吧？那就是，那杆断了，这就麻烦了。对呀，啊。最近差不多，嗯，在咱们那边，我觉着降了
10%-15%都有，这个就不小了，不小不小，100万就降15万，不小了不小，200万就降30万，嗯，不少，降了不少，真的不少。嗯，租房市场不错，卖房市场就不行了。就现在买房是合适时机，大家都说现在，一直到年底都觉得应该不错，嗯，好时机，好时机，好时机，现在好时机。但现在你看中国土豪想出来都出不来了，是吧？他钱可以出来啊，疫情封锁了吗？人出不来了，哎，人是没戏了，你赶紧把钱护照一收，对，嗯，就麻烦了。对。阿拉戴尔呢，比这个哪呢？第一个级别，但也是很好的。那个在这块算什么级别？算一流的区，一流的区，超一流，超一流的区。对，你像就刚才我说那小角那块，嗯，那基本上就是这边顶级了，顶级的。嗯，还比那更好了吗？没有。哦，300米右转。哎，不是印度那块那区不是也河那边了？河那边 Groove 是什么呀？是老富人、老贵族区。哦，来这儿拐吧。拐。哦，他那边的土地，3000-4000-5000-6000平米啊，就光宅子地，那大呀。对呀，前几天那个上次我说那个，要买那边地合算哈。理论前几天那个阿兰棒那个，卖了多少？最后5000多万吧。哦，对，卖完了分8块嘛。嗯，对啊，你说那个。首富他爹的地哈，对，就 那女首富是吧？啊，不是女首富，我就说玩艺术品。哦，对，就翻起来那哥们儿。啊、哦 okay ，他的地就差不多6000多平米，这个分8块。OK， 那人家有利可图，所以买那个区他地大，买这个区地小，所以没人买得起他那个宅子。对，只能买那块地，完了再切。对，所以那宅子再好，也得扒，嗯，对不对啊？我搬一个人搬不动。玩不懂，对，我花5000万，我住进去，对，我心跳，对呀，心跳啊，对。In 200 meters, slide left onto Bird Drive。维护成本，那种呢，你要有生意，你要有人撑着，对，那没问题。对，你要是很多人，就撑不住啊。对，咱就捋着河边走就行了，啊，就到了。2.4公里。有生意的话，他可以充的税呗，充的税，有生意是吧？对。